明明，哎，雨果哥哥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浇这一份。我在什么种啊？笑啥？不是，是不是很搞笑？看起来没有，确定啊？没有，真的。好多了，要不我帮你一起教吧？没事，我一个人可以。我帮你一起教。笑什么？
汗的，应该挺累的了。要去吃羊肉吗？我刚才吃了，你吃吧。看着你傻傻笑，傻傻笑，遇见你就笑，没有你的陪伴一点都不好。看着你傻傻笑，傻傻笑，怎么样都好，只要是你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哎，美女。哎，呦，哥哥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喂猪啊。哦，这猪还跳上来了。对啊。你这大中午的喂猪啊？我就想着把这个猪快点打大毛，然后就喂它。好难去卖钱啊。要卖掉。还有这个。对啊，要卖掉。那你们过年猪呢？过年猪，这过年还有大半年的吧，还早，然后再喂也可以的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就是你弟弟妹妹他们去哪了呀？我弟弟妹妹，你小心点啊，别被咬到了。不会的，我弟弟妹妹他们去玩了。那你今天没什么事干吗？哦，今天没有事情做，就在家里面啊。对啊。那你怎么不去玩呢？因为没什么安排啊。没什么安排。那我给你安排。你要给我安排这些活干吗？不是，你今天反正没事做，要不一起去逛个街？逛街？啊，行吧。那也行，反正我今天也没有什么安排。对，我给你安排。哎，你这个猪其实已经挺大的了呀。哎呦，你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再喂一下它。啊。他现在有点着急，想要吃东西。这还没喂饱啊，这都吃这么多了。他可能还饿。还饿。那你喂完了，我们就去街上逛一逛。好呀。好。这个这吃的狼吞虎咽的，这。啊，还挺乖的。还不咬人。这要喂完了是吧？对，要喂完了。那走吧。先去换身衣服再出来。你在外面等一下我吗？好好，去吧，不着急的，去吧。好。哥哥，我换好了。换好了。这套衣服还挺好看的。看了，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。哦，原来是阿姨买的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你没穿姨子衣服的样子。那你觉得我是穿了姨子衣服好看，还是穿姨子衣服好看呢？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好看啊。并不只是在于一件衣服上面。笑这么开心啊。那走吧。好。对了，你不关门吗？哦。是因为我夸你好看开心的搞忘了吗？啊。明明。怎么了？有点晕车啊。那要不先休息一下。那走吧，要不去那边店里面坐一下。走吧。明明，这里好像有个奶茶店，要不进去坐一下。走吧。现在有没有好点啊？那要不先点杯果茶先喝一下。你看你要喝什么？水果茶吧，芒果味的。啊，要芒果味的。你不是喜欢草莓吗？我最喜欢吃的是芒果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还要不要其他的？不要。不吃。其他的那些我也就已经吃完，老婆就有点昏昏的，就吃不下。那行吧。那个老板，要杯水果茶，芒果的，然后。再要一杯草莓的吧。好的。你是我的小宝贝。对啊。
我是你的小宝贝。等我一下啊。哎，老板，我要五份那个香辣鸡腿堡，然后五份香辣鸡腿，再有五份薯条吧。嗯嗯，你那么多吃得完吗？啊，我给别人买的。好，我去好了，不能等你了。啊，谢谢啊。那咪咪，那我们走吧。你晕车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你怎么买那么多东西啊？又不搞。OK， 我小舅子他们买的，啊，就买了点你。哦。晕车好点了吧？嗯。那我们走吧。好。嗯。咪咪，要不我们买点水果吧？啊。那个老板，这个橘子怎么卖啊？啊，就这个包这个加带的。3块钱啊。芒果怎么卖呀、啊？芒果。15。芒果15。嗯，那要不要买点？买橘子吧，要不买那个橘子，那个橘子挺好吃的。但你不是喜欢吃芒果吗？橘子也喜欢吃呀。你这一天喜欢吃草莓，一天喜欢吃芒果，现在又喜欢吃橘子，橘子你到底喜欢吃啥？橘子，那个橘子挺好吃的。再个5斤芒果吧。嗯。啊？要橘子就可以了，橘子好吃啊。但你不是喜欢吃芒果吗？橘子好吃，橘子吧。你是不是喜欢贵啊芒果？啊？没事的，我给你买，好不好？橘子吧。嗯，橘子吧。行吧，行吧。嗯。走吧，咪咪。咪咪，你晕车好点没有啊？好了吗？嗯。哦，对了，云虎哥哥，就是去超市里面买一些东西。没啥东西啊。哎呀，你不要管嘛。咋？我还不能去啊？不，你不要管，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。我不能去是吧？你在这里等我2分几分钟啊？那好吧，好吧，去吧。这买啥东西还不能让我知道。那个老板，啊，给我称几斤芒果吧。对。好，老板，我付过去了啊。牛哥。啊。买好了。买好了。嗯。买的啥呀？啊，还不能让我看啊。不能。啊。是不是给我准备的鸡心啊？是。啊。不是啊。不是啊。我还以为是给我买的呢。这天都要黑了，我们还快点走吧。那行吧。嗯，那走吧。好。咪咪。嗯。你看我给你买的啥？看着你傻傻笑，傻傻笑，披着你的笑，没有你的陪伴一点都不好。看着你傻傻笑，傻傻笑，怎么样都好，只要是你，其他都不重要。哎，咪咪。咦？哦，一位哥哥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多煮草。多煮草啊？对啊。这下午还有其他事情吗？下午没有其他事情了，怎么了？那我带你去个地方呗。带我去个地方？嗯，什么地方呀？哥，你就不要管了嘛，走。我这猪草还没剁完呢。回来再剁嘛，好不好？走。哎呀。走嘛，走，回来再剁，好不好？你这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到了就知道了。到了就知道了。啊。走吧。哇，如果哥哥，原来你说要带我来的地方就是这里啊？对啊。好多桑葚啊，这里。一大片都是桑葚。你喜欢吃桑葚吗？嗯，喜欢呀。喜欢。嗯，这里的桑葚看起来都很甜的样子，我都流口水了。让你口水了。嗯。那走吧，我们前面去买票吧。嗯，好。嗯，走。这边要吗？嗯。要两个篮子吧。2块钱。啊，过去了。贵支付收款12元。咪咪，啊，我还以为你走哪去了呢。
好吃吗？好吃啊。好吃啊。我都快吃饱了。快吃饱了、嗯、甜不甜啊？甜。你看你的牙齿都吃红了。好。你这手怎么回事啊？摘的。你这慢点慢点摘啊，你这手弄成这样。没事，一会儿这颜色。那我给你摘了个。哇塞，你给我的吗？嗯，爱心型的。哎，难得啊。哦，你吃了啊。你把我心吃了。不是拿来吃，吃到你心里去了。、啊、你的鼻子。嗯，好。这什么声音啊，吃那么饱。很熟。嗯，那走吧，我们前面去。给我的。你喂喂。哎呀，我要你喂。嗯，特别甜。走吧，我们前面去再看一下吧。好。哦，优哥，你咋回事啊？你这嘴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呀？你先让我先笑一下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你看我摘了很多啊。没事。怎么了？哦，都是紫色的变成。我要摘一点给我弟弟妹妹吃才行。你要摘点回去给弟弟妹妹吃啊。嗯。你这个嘴。来。看着你傻傻笑，傻傻笑，披着你的笑，没有你的陪伴一点都不好。看着你傻傻笑，傻傻笑，怎么样都好，只要是你，其他都不重要。